晚安，欢迎收看新闻夜现场，我是李星云。新闻开始先带您看到是吴怡农日前抛出新主张要全民皆兵，不过呢退辅会的主委冯世宽一听到吴怡农的名字直接脱口说出那个渣男，引起了争议之后随即开口。而对此呢，吴怡农他就强调了他完全不在意，并且也再次重申在家当兵的理念。全民皆兵的倩女，让谁讲的？吴怡农，就是那个民进党的。那是个渣男呐、啊！要听他的。明明是要问吴怡农主张的全民国防在家当兵，冯世宽却爆出“渣男”两个字，在场媒体通通傻眼。你为什么全民国防？你为什么觉得他主张错？我是对的、啊。对不对、啊、完全国防议题，吴怡农万万也没想到会因为“渣男”两个字瞬间歪楼。三立新闻综合报道。另外掀起讨论的要带您看到是基隆市长林佑昌了，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不应该要有直辖市以及非直辖市的分别，而且啊取消之后北北基的行政区域还可以重新划分，像是金山万里、石门以及汐止都可以划入基隆市。9:00多，新北市五股发生了一起轿车和重机擦撞事故，这骑士当场就弹飞，而发现肇事驾驶是酒驾之后，这名骑士气到当场暴走，还气到直接站上了引擎盖，一脚踩破了汽车的挡风玻璃。知名求子庙广场前，一对夫妻竟然是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啊，是因为先生发现了老婆搭上了一名男子的车，怀疑两个人感情不单纯，因此一路尾随。三个人呢是吵到警方最后都介入处理，虽然说双方最后都没有提告伤害，但是呢，先生的行为已经被警方通报家暴。上演八点档纠纷，让附近居民也都议论纷纷。三省做报道。持续带您来关心的则是最近共军的战机不断的来骚扰，而空军也启动了天龙操演，让空军的战机互相的来进行练习提升战力，更用 IDF 战机当作靶机，挂上了电子标靶，让飞行员进行训练。发展军事科技可以说是推动人类科技进步最快的方式之一，而随着战争的形态演变，传统的士兵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科技辅助。徐乃麟去年5月被爆料利用内湖的豪宅假买屋真诈财，而检方调查之后就发现了这个爆料人呢借着徐乃麟的名气夸大渲染，因此呢最后爆料人被起诉。不过、啊、如今风波告一段落，徐乃麟接受我们三立新闻独家访问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喜悦，因为这些日子以来不只是他，就连家人也受到伤害。做任何事情都要留下证据，不要到哪一天的时候，别人反咬你一口的时候，你百口莫辩。想找大动作记者会闹场，被起诉，曹米芳没接电话，无法取得回应。但对徐乃麟来说，不止形象受损，还牵连家人，这个公道绝对要讨回来。三立新闻王晨、王家恒特别报道。另外，柬埔寨警方日前破获了一个运毒集团，而里头5名男子竟然都是台湾籍。好，持续带您看到是有亚洲毒王之称的大毒枭了，警方发现他有一套专属的加密程式保密犯罪的通联记录，而且每3个月系统就会自动销毁再重组，就连 CIA 都无法破解。好，另外财经焦点带您看到是台商投资回流非常的强劲，而这一波的投资热潮将会创造9.3万个工作机会，而如果说再从县市的投资额排行榜来看，那么前3名依序分别是台中、台南以及桃园。另外的好消息带您看到是台积电了，第3季的财报出炉， EPS 来到了5.3块钱，再创历史新高，而第4季有望在 Apple 新机的加持之下持续的走扬，也让对手三星相当紧张。护国神山形象，三星的认真说明投导。距离美国的总统大选时间越来越接近，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丑闻再度被搬上台面，丑闻一报再报，决定重创拜登选情。三立新闻陈德报。拜登家族背后也有各式各样的精彩故事。举例来说啊，这个小儿子吃喝嫖赌，而且在大哥英年早逝之后，小儿子还恋上大嫂。而化解争议将是拜登接下来几周的一大课题。三立新闻陈德报。
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再度出现了飞行背包客，而这次通报的还是华航客机。法国一间历史博物馆最近取消了一场名为《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展览，原因啊，就是呢，从两个月之前就不断的遭到北京当局干预，除了要求展览要改名称，就连博物馆相关出版品都必须要经过中国官方的审查，不让中国淫威再度得逞。三立新闻报道。三年前约小模外拍还性侵杀人的嫌犯陈宇，最高法院判决出炉，维持二审无期徒刑判决。在 eTag 的部分，未来不只是可以用来缴高速公路的过路费，还提供代扣停车费的服务。邱凯威以及李维维暌违多年再次一起合作。国内有健康生活品牌打造 AI 养生按摩椅，客制化专属的舒压体验。高雄按摩椅舒压商机，国内有健康生活品牌推出 AI 养生按摩椅，要打造无感舒压体验，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彻底放松压力。AI 压力监测，然后再来客制化你专属的舒压的程式。智慧手表在进化，添加了运动血氧功能。感谢你的收看，拜拜。